有一户人家，他的两个儿子兄弟长大了，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经常呢为了这个家庭的一些小事情啊，他们家里比较富裕，一些小事情经常争吵啊，父亲呢啊心里非常的难受，总是为小利益产生口角。父亲在想，一旦哪一天啊我走了，等到分家产的时候，还真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大的争执呢。有一天父亲病了，他对兄弟俩说，其实啊孩子们，我这病你们也不要太担心，我想自己应该能够应付的，但如果你们两个兄弟将来反目成仇，那就是我们家庭的心病啊，谁都很难应付。父亲下床指着院子里的几个鸡说，看看他们蹲在那里相安无事，这不很好吗？然后他父亲到屋子里端了一盆谷子，慢慢地走到了屋后，将大部分谷子撒在了地上，留了几十粒的谷子回到院子里扔向那些鸡。那些鸡看见了谷子，腾地窜起身，一起上去争夺，翅膀挥舞，嘎嘎乱叫。原本清静的世界因为几颗谷子而硝烟弥漫。兄弟俩笑了，都明白了父亲的意思。父亲说，你们都看见了，孩子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争抢，更多的谷子都在屋后。其实人生中我们有很多的烦恼，又何尝不是因为争抢呢？就犹如给鸡吃的谷子一样，去争人间的一点点名和利和得失呢？为了利益，我们不顾一切的去贪、去争、去抢，和鸡的争谷子又有什么两样呢？尊重别人，别人才会尊重你；爱别人，别人才会爱你。珍惜是我们学佛人的智慧，珍惜你的身体，拥有的身体，珍惜你的生命，你才会拥有生命。很多人要钱不要命，拼命赚钱，身体垮了，为了发财，更有很多人不惜去贩毒，而失去了你唯一的生命。要学会珍惜朋友，你才能拥有朋友；珍惜佛法，你才能拥有佛法。要记住了，珍惜就是拥有，不珍惜的人，很快的给他的报应就叫失去啊。